My message is for the single parents. 我的信息是针对教会中的单亲父母，这些人大多数是单亲母亲，也就是由于生活中的各种情况，正在独立抚养子女及维持家计的各位勇敢妇女。你们可能是丧偶或离婚，也可能是在未婚的情况下违反了贞洁律法，因此正面临身为单亲父母的挑战，但是现在已经改变生活，奉行福音的规范。祝福各位因避免缔结会损坏美德和门徒身份的伴侣关系而得到神的祝福，那样的关系会带来难以负担的代价。虽然你有时可能会问为什么是我，但正因为是生活的艰辛，品格在严格的考验中被塑造，而且在生活中各样事件发生时，神都尊重人的选择权，使得我们的神性得以成长。尼尔森麦斯威长老说，我们无法算出总和或把全部加总起来，因为我们不知道所有的数字情况或原因为何。不论你的情况或原因为何，你都很了不起。你每天要面对生活上的挑战，本来就该有两个人一起分担的工作，你却得独立完成其中的大部分。你必须身兼父职或母职，维持家计，看顾家人，有时还要为了平衡收支而拼命。更不可思议的是，你甚至还能找出方法在教会中贡献服务。你教养子女，与他们一同祈祷哭泣，也为他们祈祷和哭泣。你希望给他们最好的，但每晚仍担心可能还不够好。虽然我想不到太多个人的事，但其实我也来自这样的家庭。在我童年及青少年的大部分时光，母亲在贫困的环境下独立抚养育我们，我们的花费上总是仔细盘算。我们的母亲要面对内心的寂寞，有时候她很渴望能获得支持与陪伴，即便如此，她依然保持着尊严，持续展现出典型苏格兰人的坚毅性格。所幸她后来的日子比早年蒙受更多的祝福，她嫁给了一位丧偶的新归信者，他们在英国伦敦圣殿印证之后不久，在那里担任教仪工作人员。他们彼此相伴接近25年，在离开人世之前一直都很快乐满足。教会在世界各地有许多你们这样的美好妇女，面临类似的情形，年复一年展现相同的韧性。目前这种情况并不符合多年前你刚起步时所期望、规划、祈求或预期的。你的人生一路颠簸、迂回、曲折又多弯，绝大部分是因为人所在的这个坠落世界本来就是一处验证和试炼的地方，同时你正努力在正义和真理中养育子女。明白，虽然你无法改变过去，但是你可以塑造未来。一路上你会获得祝福作为补偿，即使那些祝福在当下并非显而易见。有了神的帮助，你无需害怕未来。你的子女会长大，并称你为有福，他们的诸多成就每一项都会成为对你的称颂。请绝对不要认为自己属于次等成员，被归类在教会成员中较不重要的类别里，比其他人有更少的权利去获得主的祝福。在神的国度中是没有次等公民的。我们希望你在参加聚会看到似乎完整美满的家庭，或听见有人谈论家庭的理想时，会为自己是教会的一份子而感到高兴，因为教会确实着重家庭，并为了天父子女的幸福而教导家庭在天父计划中的核心角色。因为在这个灾难频仍、家庭四分五裂的世界中，我们有教养、权柄、教义和圣约，确实能为世人提供最佳的希望，其中包括了未来你的子女以及他们即将建立家庭的幸福。戈登·辛格莱会长在2006年9月的总会持助大会中讲述了一位单亲妈妈的经验。这个妈妈离了婚，有7个孩子，年龄从7岁到16岁。她有次送东西到对街的邻居家里，她说我转身要回家的时候，看见我的家里灯火通明，
我耳边还环绕着几分钟前我们出门时孩子的声音。他们说，妈妈今晚要吃什么？你可不可以送我到图书馆去？我今晚要买些海报纸。又累又烦的我看着我那栋房子，每个房间的灯都亮着。我想到孩子都在家里等着我回来满足他们的需求，我的担子沉重的令我扛不动。我还记得我张着泪眼望向天空，我说，天父，今天晚上我真的没办法，我太累了，没有办法面对这一切，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在家里照顾这么多孩子，我可不可以回去跟你住一晚？我没有听到一字一句的回答，但是我听到心里有一个声音回答说，不行，小宝贝，你现在还不能回到我这里来，但是我可以到你那里去。各位姐妹，谢谢你们尽一切努力抚养家人，维持家中的爱心，让家中有良善、有平安、有好机会。虽然你常常会感到孤单，但事实上你绝对不是完全独自一人。只要你凭着信心和耐心前进，神必与你同行，上天会赐下你所需的祝福。当你仰望神，不垂头丧气，你看待生活的眼光和眼界就会改变。你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发现这项会让事情改变的伟大真理，也就是当你在生活中减轻他人的重担时，自己的担子就会变得轻省。情况虽然没有改变，但是你自己的态度却可以改变。你面对本身的考验时，你会有更大的包容力，更能谅解的心，以及对所有的事物有更深的感激，而非不断专注在自己尚未拥有的事物上。你已经发现，当我们为那些生命户头里看似一无所有的人提高希望的信用额度，我们自己存放慰藉的保险库也会变得丰盛有余，使我们的福杯真正的福杯满溢。经由正义的生活，有一天你和子女都会变得成为完整、完美、永恒家庭的一份子，享有其中的祝福。成员和领袖们，在不给予论断和诽谤的情况之下，你还可以多做些什么来支持这些单亲家庭呢？你们能否引导这些家庭中的年轻人，特别为这些年轻人树立榜样，让他们认识好男人会做些事，他们又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没有父亲，而你的榜样是否足以效法呢？当然，有些单亲家庭的家长是父亲。弟兄们，我也为你们祈祷，并向你们表示敬意。这项信息也是给你们的。担心父母们，我见证，只要你们在人类这项艰困的挑战中尽力而为，上天会对你微笑。你确实并不孤单。现在就让耶稣基督救赎的慈爱力量照亮你的生命，使你心中充满会获得永恒应许的希望。要鼓起勇气，怀着信心和希望，用坚毅的态度思考当下，怀着自信展望未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